Lawrence，啊？你要去哪里哦？这么早？我要去上学。上学啊？哦，哇！你今天第一天上学啊？嗯。你读几年级了？七岁。七岁几年级哦？一 K 班。一 K 班啊？啊，你转一转给我看。哇，看到你书包，哇，好美啊！来，转过来。啊，带好来。看。你读什么学校？大同 ，OK？ 那你去学校啊？你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你学校？开心。开心啊！谢耶。耶。耶，我上学了。说耶。耶，我上学了。耶，我上学了。Lawrence。上学了，我要上学了。OK， 现在要接 Lawrence 放学哦，他差不多要从这个校门出来啊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啊，家长们都不能进去，我们要拿着这个牌。来去接他放学，等一下要拿这个牌接他放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车上面等等，天气也好热，所以再多一下子后 ，Lawrence 就要出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哦，现在要接 Lawrence 放学哈、哦、，OK 啊，终于进到校门了，今天的第一天哦，时间到，要放学了 ，OK， 他们都在那边排队啊、哦，这是 Lawrence 学校哈、哦，大同华小，他们都准备了哈，啊，我们就家长们就可以进来，拿着这个牌，啊，你看这个牌，啊，这个牌是临时做的哈、哦，啊，因为临时老师需要这个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 MCO，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。所以来，现在我要接罗伦斯，我的牌特别高了，举高那个牌，他们就看得到我。给罗伦斯一定发现到我。OK， 那我们先接接罗伦再看怎么样。Lawrence 过来啊，对。Lawrence 来了哈，我们接到 Lawrence 了。耶 ，Lawrence， 你开心吗？开心。OK， 那我们走吧，好不好？那走，赶紧走。那我们走了哈，你牵着爹地手。终于接到 Lawrence 放学了 ，Lawrence 来，
转过来。哇，你放学了？放学了。你开心吗？今天？开心。开心啊！今天你上一年级啊？哇，这是你的牌啊！今天你开心哈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要写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哦？陈老师。陈老师啊，那你的同学吗？有没有？有。你认识你同学吗？啊？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同学啊？我认识双而已。你认识双啊？双是你的哦，幼儿园 Kiss Garden 的同学啊，对不对？他跟你同班吗？在同一个班吗？是啊。哦，那好，你有好，你有你的朋友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上车了哈，那你先消毒先。你先消毒啊！哇，这什么消毒哇？这个是香水吗？是不是香水还是消毒的？哦，你会啊？那 OK， 你在干嘛啊你？那我们回家，你要回家吗？你要回家吗？罗 OK 啊，那我们回家哈。Lawrence， 啊？嘿，你放学了？放学了。哇，你今天放学了？今天第一天放学啊？啊。哦，你开心吗？你去上学？开心哈，有没有好多小朋友啊？好多同学陪你啊？我有25，25个学生啊，在你班上有25个同学啊？嗯。哦，哇，好棒哦你！那你今天我给你一个赞好不好？不要揉眼睛，不要揉眼睛，不要揉眼睛。OK， 你消毒了吗？消毒了。来 ，give me five。叭，嘣。OK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回去找妈妈好不好？我们回去找妈妈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姐，你需要用这个牌哈、好不好？那、我们找妈妈，你肚子饿吗？饿。那我们继续加油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哈，拜拜。老师早，同学们好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